位都要操练我们的灵。嗯啊，最简单的路就是呼求主名了。来，阿门。哦，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。好，知道先拳头，表示这个哦哦，是不是要像一个圆圈，对不对？哦，是拳头。阿门。啊，主耶稣要抓了，要啊，张开，然后领受的意思要领受来。是。哦。主耶稣，再来！哦，主耶稣。哎，我看有些人都搞乱了哦。啊，哦是怎么样？拳头。主耶稣是布。阿门。啊，没有剪刀啊，就是拳头跟布啊，来。哦，主耶稣。还在，还头抬起来了。哦。跟明天早上是十七节，对，来，我们来搞什么？宣读下来，圣经中是神的呼召，对，你教训不可改正，在地上中都是有益的，要受神的来责。请弟兄读十六节，姊妹读十七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弟兄开始来。圣经都是神的呼召，对你教训不可改正，在地上教导都是有益的，叫神的儿女和你团队背着各样的善功，装备齐全。读这段经文了 你就发现这个经文太好了。阿门。啊，圣经是什么？神的呼召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？吸入啊，把这个东西吸入啊，这个圣经吸入啊。教训就是启示了，就是光照，光照啊，启示啊，督责啊，那个光一来就是发现我哪些不对了啊。阿门啊。就督责，是，接着就改正，接着就是意义上的教导，是，只有教导有那个形容词叫意义上的教导，是正确的教导，阿门，不是错误示范，对，是正确的教导，阿门，就像在部队啊那个基本教练啊，你说立正就是这样的立正，对不对啊？标准姿势，这样子，那个是错误的教导，阿门。那扫息呢？有的就这样的扫息。是不是叫做三七步的扫心，就是错误的示范。扫心是这样子，哎，阿门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正确的教导，就是意义上的教导，好，知道不是错误示范，好不好？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都要有榜样的学习，好，阿门。接着呢，第七十七节一同来找出来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，为了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。什么叫善功呢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边讲到的，说我们原是神的杰作，阿们啊，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，阿们这个善工就是善良事工，大家说一下来，善良事工。什么叫善良事工呢？就是实行神的旨意，过召会生活，做耶稣的见证，大家说一下来，实行神的旨意，过召会生活，做耶稣的见证，这就是善良事工。我们都是为这个创造的。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唱诗歌了。